就是不怕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我们还是跟那湖南乌达斯啊。煮饭呢？啊，回家嘛，第一个啊，枸杞。唱国歌，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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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唱国歌。乌达斯哔哔，乌达斯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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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达斯哔哔，乌达斯哟。乌达斯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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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乌达斯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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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达斯哔哔乌达斯哟。吴大师里面，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叫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 BB 哎，吴大师 BB，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叫的吴大师 BB， 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对，海绵体的啊 ，B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这个产品的如果话怎么形容？我是做广告书的呢，做广告书的保护的呢，还过去阿乌内姐姐，你知道？还过阿乌内说，没得哎，那么长？还过阿乌内说哎，你我说过来说，啊，我听我的话你啊，这不你没得哎，可以怎么讲？我还过很多年，我还过年薪的，我要包钱嘛。
那简短的怎么讲？啊？帮我翻译一次，保险套怎么讲？讲德国话。保险套，因为如果用个不得什么，乐不一，乐不一木个，乐不一木个不得什么，还是人性的。嘛，还是人性的，人性的。还是保护卫生的。嘛的，我打死，打死那个，还是保护卫生的。这一句话，打死那个，也不打死，打死。如果一个打死嘛，没有打开到，乐不一是包的意思。那个保护卫生的。乐不一是包的意思吗？啊，乐不一不是包，对。乐不一乌达什。哎，乌一个乌达什，乌达什乌达什。我们这边讲啊，乐不一个打死你，乐不一个娘我。行，这样就好了。哎，那个比较是老的那个嘛，乐不一个娘我，还是包乌也是的。哦，如果一个娘五年还是放我杀。哦，嗯，红控。德鲁古话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马路草香，跟那湖南五大师啊。草香，跟那湖南五大师啊。草香，跟那湖南五大师啊。马路边跟马路边的飞飞白带，煮饭呢？哈皮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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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欧吉，阿达拉巴拉巴飞飞，这孩子吃，哈皮豆，哈皮豆，阿姆欧吉，阿达拉巴拉巴飞飞，这孩子吃，阿达拉巴拉巴飞飞。多次他们也记不起。你好，德鲁话怎么讲？喂，比亚苏侯，比亚苏侯，比亚，嗯，比亚苏侯，嗯，比亚苏侯，嗯，比亚苏侯，要连贯，比亚苏，比亚苏，比亚苏侯。你叫什么名字？怎么讲？伊玛哈安索，伊玛哈安索，伊玛哈，伊玛哈安索，伊玛哈安索。来，欢迎。伊玛哈安索。哎，你叫什么名字？你买哈安索，那你现在几十啊？你家住哪里啊？你家住哪里？怎么问？嗯，伊努沙巴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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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一个 gay 吗？一就好了，伊努沙巴索，伊努沙巴索。再两句就好了哈。伊努沙巴索，伊努沙巴索。哦，我要上山去打猎。哇！马哈古德吉亚，马哈古德吉亚，马哈古德吉亚，不要都学我。马哈古德吉亚，嘣！德吉亚是上山，哦，德吉亚是上山。马哈古呢？马哈古，马哈古就我要去。马哈古，马哈古。那我问五个动物单字哈，那个旁边那个狗怎么讲？啊？那只狗怎么讲 ？Holding， 很难念。Holding。Holding，Holding，Holding。那如果是那个公的跟母的怎么讲？嗯，打马 Holding， 打步步 Holding， 打马 Holding， 步步 Holding， 打马 Holding， 步步 Holding。哎，好标准。打马 Holding， 嗯，步步步步步 Holding。那里面有那个猪吼，猪怎么讲？猪哦，那个是 Boya，
博雅，山猪是不是？哎，博雅，讲一遍，博雅，博雅，博雅。等一下、哦，那个猪的那个獠牙怎么讲？瓦吉博雅，瓦吉博雅，瓦吉博雅，獠牙，博雅，瓦吉博雅，瓦吉博雅，瓦吉马斯达，博雅。好，那刚刚再三种动物哈，那个鸡怎么讲？你也增加了，我一直觉得刚说五种，快结束。好的，那接下来鸡怎么讲？鸡 ，lodo。那个 lodo。好，那个烤鸡怎么讲？muto da lodo。来 ，muto da lodo。来 ，muto da lodo。哦，来 ，da lodo。都来烤鸡这样子。鲁豆。那个比较少讲，因为我们这边没比较。我就要问这个没有那个，哎，本来还有台湾祖先有知道的，那个怎么念 ？Legally。还有一种说法，因为豹它的体型很像猫，对，山猫，就是鸟嘛，鸟不有，鸟不有，哎，鸟不有。还有一种是叫格拉狗。Glago 也是山猫的意思。山猫，大山猫。那个黄鼠狼怎么讲？台湾有黄鼠狼。黄鼠狼的话叫 Meloy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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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Meloyan 哦。那所以你要讲黄鼠狼给鸡拜年吗？那个之后，那个。古星啊！白羊几嘞？拉伊达呀！古星啊！白羊几嘞？拉伊达呀！伊妈白羊几嘞？伊叔叔外白羊几嘞？古不来！伊叔阿叔羊白羊几嘞？拉伊本阿三怎么落寞？Bayu temalung sekarang kucing. Unas sayur suh. Unas sayur suh. Kua suka un. Unas sayurmu. Isu kua la, isu kua la, isu wa heme liang le kan si mu.一束路管子够那大路安达，不计数那努比，一束瓜啦，一束瓜啦，一束比牛呼吸不那安达，一大瓦阿尼嘎阿皮和布鲁，只有那古瓦，那卡苏瓦瓦，阿皮西努阿。哦，勃起来了，硬起来呀！你要说硬起来，硬还是怎样？这勃起了，硬起来，勃起。都对的，都对的。哎，都对我这上的。用都对吗？哎，都对我这上的。哦，那如果说那个要怀孕射精，那个射精要怎么讲？怀孕这个。啊？怀孕。不是，男生那个射精要怎么讲？哦，老大，我的。老大，我的。老大，我的是。嗯。那个卵子跟精子，那个精子要怎么讲？这样，老大，我的。不是那个精子要怎么讲？这样，老大，我的。老大，我的。哎。哇。这几个男，他那个精子让出来了嘛？老大，我的。哎呀，老厉害。这几个了。那个右好，之前那个狂犬病那个右冠怎么讲？那个叫 body， 右冠叫 body， body， body，
Valley 就是比较有味道啊，那个那个叫什么欢那个。那个蛇你会几种啊？蛇那个龟壳花、青竹丝、雨伞。我对蛇就比较外行了。啊，那我就那个谢谢跟再见怎么讲？哎，都如果说要离开了，对不对？对，我们先暂时离别，再见嘛。会再见到。会再见，再会再见面，再见的意思哈。衰大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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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暂别的意思。我是衰要，衰要，衰要大喊，衰衰衰大喊，大喊大喊，就是暂别。赞，就是再见的意思嘛。嗯，衰矮得很，那衰矮得很。谢谢呢。马华爱苏巴德，刚刚就讲过了的。哦，非常感谢。马华爱苏巴德，他已经重复了。等一下他讲过的话还要再重复。不会的，耶稣，耶稣啊！暂别，我忘记了。谢谢再次。马华爱苏巴德，马华爱苏巴德，马华爱苏巴德，衰矮得很，衰矮得很，衰衰呀。不是酸亚了，酸亚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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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脸上这个纹面的鲁古话怎么讲？纹面。不打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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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伞。它是有那个后面还有一个，不打伞 ，plus， 脸上不打伞，不打伞呐，不打伞，不打伞，不打伞 ，the glass。德格拉斯，德格拉斯，德格，德格拉斯。那你这个耳洞跟耳环怎么讲？已经很多字了呢。最后一个，就这个哈，耳洞跟耳环对。Bilat， 哎，耳洞。耳洞的话 ，bling bilat。bling bil。哎，都那么哎，我也不知道呢。你如果跟我讲那个长耳棒的话，那个是，对，嘟嘟嘟嘟哎。也不知道，忘记了，我一时忘记了。对呀、啊嗯，那个没有在不经常讲的哈、哦，那个是不经常讲的。那就帮我介绍一下你的德鲁古名字好不好？德鲁汉安姆，德鲁，德鲁，德鲁汉安姆，德鲁汉安就是我的名字，德鲁汉安姆，德鲁德鲁伊玛，德鲁德鲁乌嘎，德鲁乌嘎哈，德鲁乌嘎，那个嘎，因为是学那个汉名没有那个字嘛。不能讲乌嘎哈了，乌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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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嘎，来念一遍，乌嘎，乌嘎，乌嘎，那是我爸爸。乌嘎，那你这个是音乐工作室后，那个音乐德鲁古话怎么讲？他不是最后一个。那个没有了，这个音乐工作室那个我就不会讲了，要想很久。那那个乐器怎么讲？比方说口簧琴，乐器的话，乐器类，乐器的话，你要看什么样的乐器。统称怎么讲？统称叫 melu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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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lubu。好。哦，对了，这，格杜桑音乐工作室的话 ，melub， smalu， smalu， melubu， 哎，阿朗格杜桑。阿朗格杜什么什么路马路布阿朗格杜山，什么路马路布阿朗格杜山。那你这边上面那个地址是你的住址哈？对啊。那联络电话是几号可以用念的吗？啊，我不会。你不是有那个名片的电话？我问题是那个字正是我不认识他。你没有记起来？这里。刚才那个香肠怎么讲？南路边有得是个。我不会讲。南路边有得是个。我不会讲。如果那个干你娘要怎么翻译？哦，翻译哦，就帮没有，你先听我讲啊。我们就不救啊，就最简单。人家讲三个字干你，我们太想就没有。这样字面上翻出来要怎么干你娘哈？九问雅雅术。哦，超级掰要怎么翻？超级掰是九问比比，九问是干，比比是女孩子的生殖器。跨沙小要怎么翻？跨沙小是。你叫苏南怒，就是你在看什么？那个靠背呢？靠背，哭爸，哭爸是吧？好跟哑巴是，可是你爸爸死掉有没有？靠背是死，哑巴是爸爸。靠腰，靠腰是靠腰的地面的话。肚子饿，哭肚子饿的意思。对呀、啊，啊就是你的，我也很读书啊。讲那个很色怎么讲？很色，很好色怎么讲？哎呀，孤立。哎呦啊！啊，人家很多情风流怎么讲？啊，风流啊，风流啊，
就是不怕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麻辣的，炒菜。五大师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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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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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名片上面电话是几号？多少？0987。我从来没有记呢。101659。啊，好了，收拾了，已经很多字了，够了。好，够了，谢谢啊。好好好，门开十八来哈。门开十八来。好，谢谢哦。那个，如果说你们有兴趣的话了哈，有啊，我们讲重点。好对你这边有什么服务帮我介绍一下吧。啊，你这个服务的话我一起录下来，我们下一次再来录。不是你说那个像乐器跟那个什么观光导览，这个刚刚在讲了，你也不录。我现在录这个。嗯，这样一时没办法，也有那个有 feel 才有那个感觉，那个感觉嘛。那德鲁克话感觉怎么讲？还是跟你看的录音嘛，你再念一次慢一点。录音勒隆啊，你好。那你前面那句是什么？阿西卡阿西尼坎阿西卡尼坎勒隆安姆。阿西卡尼坎勒隆安姆。勒隆安勒隆安姆。好，好，谢谢啊。OK， 好，好的，我们讲英文。OK， 好的。不讲了哦。那英文这个 OK 可以帮我翻译吗 ？OK，OK、okay. okay、的路话怎么样？这个叫 OK。可以讲什么意思啊？啊。我哪在？哪在？啊，结束喽。OK， 拜拜。好，谢谢啊。好的，你们是坐他的车吗？对，是。所以没办法，必须等他录。好啊。马辉呀。等一下要坐耶稣的车啊。嗯。啊，试镜一下。等一下要坐耶稣的车。真的。好，拜拜。拜拜。这个杨导演是帮你有很多的，也就没有拍戏的服务，都帮人处理。哦。木屋的部分。木头的，就是。要算是魏德胜的，做模型最多了。哦，模型。模型有没有？他拍戏的不是这样拍吗？对。一个模型这样，给他烧火刀，炸那都是这样。哦，做模型，房子都蛮没有那么多，这样盖差不多十几栋。
南投就是模型，然后它镜头那个是小的，可是大面又不一样了。大面又大面又可是又炸的话用模型式，小模型的这样的。如果我刚刚回到刚刚那个用乌心石来做的话，可以进牛樟汁也可以。哎，牛樟汁的，大概我们家差不多两个。就跳蛋照字面翻怎么讲？跳蛋比赛法技能够跳怎么讲跳？跳那个比赛呀，对比赛那边穿比赛吧，比赛法技呢？蛋啊！成年人可以问，我就是哎，你刚刚讲那个男生自卫打手枪怎么样？哦，对啊，你一个爸爸就是。对啊，月经要怎么讲？月经哦，栏目，我到栏目啊。那广告是那个好自在卫生棉，卫生棉怎么样？好自在哦，不是卫生棉怎么讲？卫生棉。不拉手慢。好用，不是骂那个贱货，假如就贱货要怎么去形容？那个，然后那个那个什么手干，手干是臭是味道，不是那个不是，骂这个闪亮是吧？最不好听，闪亮是不好听，闪亮是什么意思？闪亮就是那个最不好的，很快的意思。好，来讲了，拍我。呀，该比比呀，这个手干手干。成人影片里面哈，他。日本那个一堆一堆，那泰话怎么讲？啊，是很痛，是很痛。你要加的话就加粉辣，你们粉辣是很好的意思，这样子。不是吗？是这样叫吗？呜呜，加呜那就不是外国人了。不要了，这样我叔叔看到我会傻的。呜，看人家出价的问题，我没有出价的问题。那我先把，可能如果你需要，我先，你大概你想法，然后我给你画图，画图给你，画图再传给你哈，另外的给你穿。可以的。OK， 然后再给你可不可？嗯哼。可以的话，我就开始做模型了。了解。应该可以，因为那个模型我们弄很快了。嗯。因为粘土再粘，让火稍微给你看就好了，对不对？这样也因为，应该来讲的话。有空的话我去看一下，因为雕塑的东西，雕塑东西怎么讲？我不清楚你们的观念，我的观念不一样。我的观念是一个雕塑一个东西，我们卖一个雕塑，很多的养分在里面。嗯，很多的养分在里面，说不定雕一个东西去你那边，说不定你带给你不想你看。嗯，很多的东西的，所以说一定要很实际的玩。因为我认为你要点缀式，我感觉是点缀式。点缀是，对，它那个可以跟这个雕塑可以有互动，但是两万多块太超出我的预算。没有没有，一个雕塑的不是说会增值。我跟你讲，不是说一个雕塑来讲，我们这样雕，我大概跟你讲的话，好，我们这样雕，他们雕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写实的法打法，木头呢，大概我们木头，因为我们木头是你买的话，你设备好，你画不来，如果是你去买。你去买你画不来，但是像这个黑心木匠，如果说我们这个叫黑心木，黑心木，这一节如果说这一节卖，如果说卖那个漂嘛，我们这一节最起码拿两万多块木头而已，木头就够了。如果说你要用，更便宜点的话，我用纤维碗钉的，纤维。模型石，它是雕的啦，它是用石头雕一个，石头的点，艺术石。可以啊，看你们嘛，看你们。去，热水，你不用烦恼，也不要烦恼什么时候卖出去。放东西不知道放多久，你知道夜深光吗？你夜深光啊 ，Mona， 夜深光。Mona， 哎，哪边的 Mona？ 夜深光啊，只雕出来的，所以说通常那个 Mona 是雕的漂，可是他现在做长工做。哎，他现在去哪里啊？在光复。哦，光复。嗯。这是光复。他叫夜深光。夜深光的 Mona， 对，你去那个，他是客家人。客家人对，他融入中国比较久一点的。嗯。你去那个林正章那边看，
哦，好，就田四十那边，田什么？田清贤那里。田清贤那边去看一下，看有没有喜欢的作品，就买下来。哦，好，对不对？好，对不对？谢谢。OK。邀请我们前任的院长杨启寿牧师来给大家勉励，欢迎。不要自满。不要认为你们在这个地方已经学很多，你们所学到的只是一点点皮毛，你永远学不完。所以各位毕业生，在宝贵的时间，我只有送你们一句话：勇敢的、认真的、不断的跟这位爱你的上帝摔跤。愿上帝祝福你们，祝福这个学校，祝福所有的人。谢谢，谢谢杨牧师的勉励。格鲁普话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马路草香。格鲁普那乌达斯纳。哈哈哈哈哈哈。草香。格鲁普那乌达斯纳。哈哈哈哈哈哈。煮饭呢？热水碗的盖木最多，最盖木热水的木热水的民宿做的蛮多的，可是蛮多的，因为他们的一些作业都蛮好的做，因为我有一个我很细节，有个细节小小细节，他们这一进来对不对？他会查你是第一个是查你年龄啊，什么时候大了吗？什么宗教？他很那个一个老板很亲切。当年你是那个菩萨的人，他那每个楼梯他放小小的菩萨，所有的厕所放菩萨，小小的，那感觉很亲切。有宗教的话，如果基督教，他马上换，你放到，他有很亲切的感觉。因为你那个联络电话几号？对嘛？你说人家联络你电话是几号？你用念的就好，我用录影。我很累的名片。不是，你用念的就好，录影这样。09075。0975，对，243099，099哈。咪咪，你的本名叫什么？咪咪，咪咪嘛。咪咪个咪咪 Likit 啊 ，Lik 什么？咪咪 Likit。Likit。哎，爸爸叫 Likit。对。那你有国语名字吗？有，没有就没有了。咪咪 Likit。咪咪 Likit。那你后面那个妈妈86岁了？86对。哦，健康还年轻，还没嫁出去。妈妈还没嫁出去，还没嫁出去。妈妈在那边。好，等一下，他们母语哈，这个火怎么讲德鲁古话 ？Dout 啊 ，Dout。老板，念一下。对字 ，Dout。Dout。台北来的辣妹，火念一遍。Dout。好，那个烟怎么讲？上面的白烟。根文啊，根文。根文。根文。不对，这次。根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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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根文。好，那个这边有很多木材哈，木头怎么讲 ？Hon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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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那个房屋怎么讲？应该是沙巴吧。沙巴哈。沙巴。沙巴。嗯。沙巴。好，这边几个哈，那个很烫怎么讲？唔打卤。唔打卤。唔打卤。好，烤火呢？妈的！啊，妈的！妈的！啦！妈的！的！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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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很冷，怎么讲？唔是鬼，唔是鬼，嗯，那个，
多学泰鲁，多讲泰鲁格话怎么讲？哦，不包海几多？嗯，个什么都海，一节。再念一次。个什么都海。个什么都海。什么都海。多学，个什么都海。多学。多学是个什么都海。多学泰鲁格话怎么样？个什么都海咖喱多鲁古。哎。个什么都海。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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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他会念，可是一直慢慢写一样。很厉害，怎么讲？很厉害。嗯。阿吉干党。那是日语吗？很厉害，很厉害。很强。很强吗？很会这样子。哎呀，我想看看，很深吧？很能干这样子。很厉害，猛猛，不是。猛猛啊。勇敢一点。哦。勇敢是很厉害。哦。唔不啦。唔不啦。唔不啦。嗯不啦嗯不啦哦老板呢嗯不啦嗯不啦嗯不啦黄金大富来嗯不啦嗯不啦哈嗯不啦嗯不啦好那个黄金怎么讲 king 吗还是什么 king 啊不是 king 黄金怎么讲对吗哦应该是蛮我金都收完了。哦，没有这个字。没有这个黄金，沙棒金木。我们以前我们老人家没有，以前那个日本去拿黄金的时候，老人家喜欢偷捡哦，补那个锅子没有。哦。沙棒金木，那个是年年嘛，补那个黄金。我以前的去山上电调查看看那个以前的锅子，哇，很多补黄金的呢。哦。他们用补的。那个房间呢补那个洞，那个锅子哈，一生都一只锅子而已嘛，马不补这样，没有锅子，打日本的光可以拿回来煮就好了。那个补的动作怎么讲？补什么绑？补网啊？什么绑？什么绑？嗯，什么绑？嗯，哦，什么绑？好，那你今天休息哦？没有，休息啊，昨天休息，然后再准备去打仗了。去哪里打仗？银鸟。银鸟。嗯。保险套的话，讲到泰雅话，怎么可以形容这个新产品？是嘎巴。嘎巴。怎么形容比较贴切？嘎巴是袋子，是不是？还是？就是那个，就是稍，就是类似袋子啊。类似那个意思。但是它国语是叫保险套嘛？那泰雅话怎么翻最贴切？就是那个翻译的艺术。怎么形容会大家觉得说哇，这形容很棒。傻入乌达斯卡巴。傻傻傻入啊，傻入乌达斯卡巴。傻入。傻入是什么？傻入是包。嗯。乌达斯是你的那个嘛？男生的器官阳具嘛。哎。卡巴就是那个套子。傻入乌达斯卡巴。啊。傻入啊。对，应该是。傻入。好。那个叫五大就是那个喽，也要讲哦。可以啊，有的看一看怎么形容都可以啊。沙布嘎巴五大什么么？好。五大是比比一比五大是五大是比比。五度沙印图案。五大是比比五大是比比比比五大是比比五大是。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把光亮门的水楼高的森林给那哑巴的太阳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哦耶
一路。